《东方日报》报道，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昨日表示，将军澳跨湾连接路的主桥和将军澳蓝田隧道的将军澳海上交汇处已经在上星期四合龙，即是主桥和将军澳蓝田隧道成功连接。这一项工程正是运用了组装合成法，预先在内地厂房进行场外预制组件，并且利用大型运输和吊重建造机械将预制组件运港，直接在工地装嵌。整个合龙过程只需要短短大约一个钟就宣布完成。明报报道，新界非法倾倒问题严重，鱼塘和湿地难以设置监视装置，增加执法的难度。环保署引入配备200倍变焦摄录机的无人机，在空中监视非法弃置建筑废料的活动，影片达到 4K 解像度，可以清楚拍到容貌和车牌。环保署自2019年底引入无人机，至今成功检控21宗在元朗南生围和乐州一带发生的非法弃置废物案件。而未采用无人机之前，即是在2019年检控只有10宗。